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rendon Watt。现在呢，我想要邀请你来到一个旅程，或是一个探险，或者是一个探索，一个喜悦的探索之旅。我想要邀请你来到的这一个喜悦之旅，就是不再隐藏。关于你有什么是如此的独特的，那只有你知晓，但你却如此棒棒的隐藏着的，像你自己，那你就都无法找到它。如果你开始让它展现在你的生命当中，那会怎样？那我这样说呢，是不带有任何的期待，对于它是任何的什么东西，因为对我来说，说实话，我都不知道那对我来说是什么。我所知晓的是，我在选择它，我会持续的向前向前，来到那样的一个道途，也就是什么是让我的人生变得喜悦的，什么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喜悦，什么会给你那一份喜欢你的感受，什么会给你那一份知晓，你能够创造一些更棒的东西在你的生命和生活当中的感受，什么会给你这一切，以及假如我们可以探索这一切，扩展这一切，然后你不仅仅可以在你生命的片刻拥有它，而是愿意来如你所示的那样独一无二和与众不同，以至于你是这样的一个拥有这样的人生和生活的关键和钥匙，那会怎样？哇，你能够想象这样的时刻吗？你就是喜欢着你自己，你就是说真的是哇，我好喜欢我自己。你能想象你的人生吗？如果你从这个空间当中生活，那我的提问是要如何能够让这一切实现。嘿，如果你呢想要加入，如果你想要来到这个旅程当中，我会贡献我所拥有的所有一切，以及从任何地方我能获得的东西来贡献于你的这一份旅程。我想要看到你，你是谁，我想你来明白你是谁，以及你有多么的与众不同，多么的独一无二。我甚至都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表达这一份不同，但是你能感应到吗？那你知道，就是我知道你是不同，但是我又完全不知道你到哪里再是不同的。那让我们来找出他们。如果这个听起来是好玩的，就来玩吧。我会带着我的不同呀，来玩吧，谢谢。